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今天在座诸位坐在底下听楞严经有什么好处？下了这个楞严经的种子，在座诸位必定成佛，没有一个不成佛，一定会成佛。这个能坐在底下这一辈子啊，听完楞严经可不是一般的根器，一般的因缘呢，这个是正法呀。所以这个跟术士有很大的关系，还有就是福报。福报就是上一辈子没有破佛的之见啊，上一辈子修了很大的福德因缘，上一辈子多推广正法，推广正法，上一辈子都推广正法的人，这一辈子无论你怎么赚，碰到什么因缘他就会赚回来。真的，因缘就是这样。你上一辈子有下过功夫护持正法，鼎力的推广正法，这一辈子你怎么样，就算你碰到的邪魔外道恶之间的转转转转转转，哎，他就会哎一下子去听到正法的 VCD DVD， 或者是看到正法的书，一下子因为术士的善根就转回来。可是上一辈子断众生的慧命的就难咯，哎，人家要来听经闻法，哎呀不用去啦，不用听啦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人家要来听经闻法，拼命的阻止人家，人家要出家也拼命的阻止人家不要出家，叫人家不要出家，叫人家不要听闻正法，这个就会种下这个恶因，来世如果没有了生死，他就会走入岔道。因为你阻止人家信佛，阻止人家出家，阻止人家听闻正法，因此不走入岔道，还得要有术士的善根。所以在座可不是普通人啊，是有来历的人。